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，协会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热烈的掌声对大家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本次会议应邀出席的来宾和社团代表：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领事部领事谭文女士，中匈文化交流协会、匈牙利丽水商会、中欧经济文化研究中心、中匈双语国际学校、加拿大中英双语学校、万事达媒体、新岛报媒体。特别介绍我们远道而来的视力书法发明人陈翔教授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久前刚在北京圆满结束，此次会议时代潮流，适应发展规律，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。希望吧，希望我们这个协会呢，秉承协会的宗旨，推动中东欧的经贸来往和文化的这个交流，弘扬和宣传我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。那么也会长怎么了？也祝贺我们会长这个荣任这个会长这职位。那么其实作为会长呢，我觉得荣誉是一回事儿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份责任，是吧？那么也祝愿我们这个协会在这个张品芬女士的带领下，在我们这个荣誉会长、顾问，还有副会长，还有我们秘书长，还有我们所有这个协会会员的共同的支持下，祝愿我们这个协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谢谢大家。我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关怀和支持下，我们协会将为中国与东欧文化交流、经济贸易往来上注入新的活力。我们协会的成立离不开这样的一位女士，她为协会的成立殚精竭虑，她就是我们的中东欧文化交流协会的首届会长张品芬女士。请张会长致辞。一带一路倡议思想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亲自领导下，在各级兄弟社团的支持和帮助下，成立于2016年12月20号。经过半年来的酝酿和人员的选举，今天终于成立的第一届领导班子，很荣幸我被推选为首届会长。借此机会，我代表我们协会对今晚每一位支持和关心、默默做出贡献的每一个参与者，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衷心的祝愿。致力于打造一个传播人类文明、中欧共进的交流平台，致力于发展中欧在各级领域中的合作，增进了解，互相进步。我作为首席会长，我希望能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光临，感谢今晚陈翔老师远道而来带来的文化展示。希望也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，把我们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向全世界去输出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们吃饭的期间啊，我们会在旁边的这个展台上，到时候会让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书写的这个尝试。谢谢大家。是他这个书法的表演，让我们领略一下他真正的书法奇妙之理。昨天晚上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吧，他写的书。各位侨领啊，各个社团一贯以来对匈中双语学校孩子的支持，我替孩子们谢谢大家。过来，做
走了，走了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点声说话。中间第一，说说说，大家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稍微。拿这个鞋的行李，好，再来个一。准备工作基本就绪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大家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本次会议应邀出席的来宾和社团代表：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领事部领事唐文女士，中匈文化交流协会、匈牙利丽水商会、中欧经济文化研究中心、中匈双语国际学校、加拿大中英双语学校、万事达媒体、新岛报媒体。特别介绍我们远道而来的视力书法发明人陈翔教授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久前刚在北京圆满结束，此次会议